感，下面点点粉丝帽子上面的积极粉。我好奇了，你们能给我寄什么衣服？说实话啊，第一次收到粉丝寄的东西，还是有点激动的。这高级啊，你眼光值了，是这么高雅的东西，我穿上绝对有逼格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这衣服寄过来的时候是捡了一刀吗？你差点快看到我胳膊窝了。或者这裙子和我的绿裤子还挺搭的。第二套，这是给我送的吃的吗？这谁也吃我？看你这有星期三一根小腿的火腿肠。这谁今天配个鸡爪子？你们老是真的，你这又怎么穿上去啊？啊，这件好好看呀、啊！谁寄的？好像是我前几天自己买的，今天这么快就到了，赶紧试试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在哪儿买的？这不是快秋天了吗？这是我前几天特意在抖音商城买的七夕早八人工飞利穿搭，这面料还挺柔软的，而且很好搭配。这一件才20块钱，这些是什么呀？这些适合秋天穿搭的小香料，你看这戴上气质瞬间就上来了。哎，这个发箍也很适合你。还有没有？我也想要。现在点击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，超级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秋天穿搭好物，你赶紧买点打扮一下自己，秋天就是要美美的出门逛街。哎，这还有最后一个，我没买这东西啊。这是个啥东西？是这样戴的吗？评论区有知道的吗？